对话呢，就是透过生活体验，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、心里所感受到的表达出来。或许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有一些是现实面的，或者呢，一些是一种超越这个现实，是属于想象的，或者是哲理的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以透过艺术的方式来呈现。然而，这个绘画呢，就是呈现我们这种思想，呈现我们的情感，呈现我们的理念，最方便而且最容易达到的一种形式。我们看看过去呢，从人类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在山洞里面画的原始人，在最早原始的时期，可以用矿石，在岩洞里面的壁上来刻画他们狩猎啊，或者是去在生活上各种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描述。那整个绘画的转换，不论是从最古老的原始艺术，或者是呢到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采用这个透视法，然后到了这个油画的时期，或者水彩画的一个发展，都是让我们这个绘画呢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与其说呢绘画是一种训练的，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体验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如何愉悦地将我们的生活体验表达出来，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绘画的人他所追求的。或许呢，在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我画不像，我们画这个东西呢，颜色画起来不漂亮，或者说我们画这个东西不能随心所欲，不能说一大比大的这种境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课程来跟大家来解释，或者说示范演绎，怎么来